我叫做 Barbie， 是宋慧乔的 fans。第一次真人看到宋慧乔的感觉就是，哇，好靓！因为我哋接机啦，咁大家就会举起呢啲，咁啊嗌佢个名啊。Hey Kishi， 啊，안녕하세요。呢个俾边个嘅谂住？俾我爱嘅宋慧乔。如果做 fans 一定要收藏咯，佢哋嗰啲产品，使几多钱都值得嘅。尝试飞去韩国睇佢第一套佢拍嘅电影啦。真的因為宋慧喬，我就走了去學韓文的，很想近距離接觸跟他說話，或者跟他拍照下簽名，這些我想是作為每一個 fans 都最想做到的事。真的因為我自己都幾迷偶像，自己都選擇入電視台工作，現在就努力地繼續學韓文。我希望十年後在工作上面可以跟到宋慧喬合作。 Hey Kishi， 영원히사랑해요，계속영화하고드라마하고사랑해요。